那个不知道，你还跟我讲？那你能告诉我什么是缘分吗？佛说了，就我在这遇见你就是缘分，你不知道上辈子一直瞅你了啦，才有才缘见着你。你太泼辣了，你真泼辣。哎呦，这个缘分解释的太到位，你咋知道你上辈子一直瞅他来着呢？因为佛说了，前世的500次回眸才换来今世的一次擦肩而过。那今天我都在这都遇见他了，那我上辈子肯定没干别，净回头了。多浪漫的一首诗啊，被朱静诠释的淋漓尽致，成了咱东北版的了。你上来就给我灭了，你连头都不回，是不是啊？行行行，好了，咋平息就平息不了了，告一段落了。对，来看短片。我是公主岭的，我来自，我是公主岭的，我家在，咋整的？怎么紧张呢？我是一个本本分分的农民，在家就是务农种地。但是别人家种地都是种些苞米什么，但是我家种的全是毛葱、大蒜、土豆一类。想找一个能陪我回家一起种地的女孩。七号苗苗，我想问一下小伙，如果你的女朋友不喜欢种地怎么办呢？不可以种地，可以在家吗？我就喜欢城里的生活。那这个我做不到，但是也不一定说永远做不到，但是现在肯定是做不到。你就喜欢种地？也可以这么说吧。你太没上进心了。我不同意你这个说法。对呀、啊，怎么讲种地就没有上进心呢？我觉得农村人应该到城里发展一下。如果所有的农民全都进城了，请问咱们吃什么喝什么？那不对呀、啊，家里边还有父母呢吗？那我问你，假如我真的要是和你上了城市，你能做些什么呢？为什么问我能做些什么？你是一个男人，你问我能做些什么？你找女朋友是想让女朋友养着你啊？不对，我想养她一辈子。那你觉得在农村能养得了吗？能。啊，那你家种那个，那你的意思就是在农村说你家种那个大葱啊，不是大蒜呢、啊，毛葱啊，一年收入是多少？在15-16万块钱吧。啊，请问一下，这小伙，你是腰疼啊，腿疼啊，老拧的啥呀？我现在有点紧张，说实话。啥时候了？快结尾了，你紧张啥呀？对，确实有点紧张。我这么做这个动作吧，能放松一些。你是不是会跳舞啊？不会。看你扭的挺带劲，你跟我跳一个呗。咱俩跳啊？我不行，你跟我跳一个吧。那我也不行。你要是让大伙鼓掌，让咱家大伙跳一个。你要是行的话，我可以陪你跳一个。我不行。艳花，如果他要是肯陪你跳一支舞的话，你主动一次能行吗？他要是不来的话，我肯定不再跳这个舞的。好，没关系，喝出去了，让我们艳花请你跳行吗？跟那么美的大姑娘跳上几十高，小伙子哈喇子不得淌出来呀！哎呀，这扭腰送胯的，好顿倒腾啊！广告之后，看姑娘小伙谁能扭得过谁。喝出去了，让我们艳花请你跳行吗？我就听着你们俩一来一去啊，我都不好意思打断呢。我什么不好意思的呢？你说你肯定想让我给你跳个舞，我都这么的跳，然后你还不陪我跳，太不给力了。你俩这一幕怎么让我感觉像舞厅里遇到流氓了？你不说你想跟我跳舞吗？我啥时候说我想跟你跳舞了？我就指你站在这儿给我们16。老王，你看我咋说的？我说他要不跳的情况下，我肯定不会跳的。我告诉你，咱是男人，哥们儿。对啊，我跟你说，只要是你能把艳花请下来了，你俩能捂着这两下子，有点就是胜利。我是东北纯爷们那种的，是的，就像你今天有勇气站到这个舞台上一样。艳花，这个受伤的小妹妹表演的不错啊。我觉得他俩在跳舞的这个时候，怎么像俩不倒翁似的呢？关键他不跳，我自个跳也跳不出感觉了呀。我看你跳还挺有感觉的呢。我在他对面看着他跳的老陶醉了。其实啊，我坐这儿看的比较清楚。我都有一种大海的感觉了，晕啊。想吐呗。我坐这儿啊，坐的看的比较清楚。洪亮啊，哎，以后输咱俩这头型的，咱就别进舞厅跳舞了。我感觉也是容易被人误会，真是。来看下一个短片，让我儿子说一个
在农村能拿得来放得下去的，吃苦耐劳的。白酒能喝多少呢？喝一斤多。喝多少？喝一斤多。喝一斤多呀、啊？啤酒呢？十六块，半箱了吧？把我们全撂倒了。赵本山那一讲话，左一层右一层，呼呼全撂倒了。如果哪位美眉相中了我们洪亮，如果有小姨相中我的话，也可以。谢谢，趁着这个机会，赶快给自己划了一个。你这哥们儿也。对，太懂得这个营销自己了哈。借这个镜头吗？他啊，短片里说你挺能喝的是吧？要是高兴的时候能喝。那一个人喝不算啥本事，你劝人喝酒行不行啊？也能劝。现在咱俩就成了，完了咱俩回家去那个，你去跟我爸我妈提这事儿去。然后现在老王就扮演我爸，然后燕子就扮演我妈，你就劝我爸我妈喝酒，我妈也能喝，你就劝他俩喝酒。跟老丈人喝的这第一顿酒老有讲究了。对，这酒要喝不够。没喝过呀，关键呢。你先预习一下嘛。这老丈人就在那儿呢。啊，来，小二，把酒拿上来。哎，来嘞！你看他多相中了，这家就是酒量了，酒量行就领家去了。我跟你说，你可要听好了啊！来，林先站这儿。小二，来上酒。你让我先把酒倒上，累傻小子呢。错了，哥。你去跟他叫爸呢，马上就喝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家可咋整啊？你说。这杯酒吧这么的，你今天吧，能喝多些喝多些。这杯酒我该喝，但你得给我个理由。我把姑娘交给你了，是不是？对。你得让我信得过呀。你要把这杯酒喝了的话，假如说以后我就会对他爱他一辈子。我要不喝你就不爱一辈子了呗？那不能。真是咱家没酒好像是的。来，快点的，一人一碗，咱家有的是酒。这有不怕事儿大的。你都找着那个姑爷了，不高兴吗？喝了吧。看这话多硬，姑娘，大哥就把姑娘交给你了。好的。哎呀，这是真白酒啊，老王，差辈了。哇！哎呦呦呦，来，快快！这样的大兄弟，你看你那个老丈人那关已经过了是吧？啊、那个老丈母娘也在台上呢，然后那说的那个辣一桌别辣一邻呐，是不是？老丈人这关过了，老丈母娘这关你咋想过呀？来的时候我老丈母娘第一眼就相中我了，说赶紧快屋了吧，天外边死冷，赶紧屋了吧。相中你也得有个形式啊。对。问题是我跟你说，你这太有这个墨迹劲儿啊！你把老丈人彻底给墨迹成大兄弟，我把姑娘交给你了。这还没等喝就迷糊了，这老王啥时候这样过？我真就受不了这样了。我告诉你哥们儿啊，上登门第一个见到老丈人了，直接叫爸。这杯酒我该敬你的，你放心。你将来你对姑娘的所有的责任，我接手接过来，一句话绝对搞定。好，对，来林倩，不错吧？怎么考验怎么样？基本没啥问题，就剩那个以后就看我这关了。酒量行不？暂时看还可以。这玩意儿得事后考察，然后咱俩哪天那个单独练练。你要喝不过我，这事儿就拉倒了。那我要喝过你呢？那这事儿就没啥问题了。啊，好的。好，来，送别。来看一个下一个短片，你们俩醒醒酒啊！我以前也处过对象，但是处的时间都不长。咋说呢？就是两个人感觉吧，性格有点什么合不上来，完了就分手了。我不想就是通过媒人能这种方式来给我介绍对象，就想自个儿在自个儿的眼睛里去寻找自个儿想要的女生。我想找一个比较开朗一点的，个头比在一米六左右就可以，不要求什么太高。以后我想还想把我这个土地，还想承包点土地。林倩，你为什么没我登啊？你为啥非得要一米六的？你知道我多高吗？我尽量一米七。对呀、啊，但是我说的是一米六往上，大姐。那
你没说明白，你就说一米六的，我寻思你就要一米六，本身我瞅我对身高是没有介意，我是这么。我跟你说实话吧，其实我也不喜欢你，妥了。我这酒白喝了呗。你俩这糟蹋的是老王啊。你俩能不能给我个交代，对我负一下责任？我现在心都凉半截儿，咋给你负责任呢？现在是五号陈如雪和四号江琳琳的灯亮着，小辣椒。你看这么半天，我一直都没有说话。嗯，其实我知为什么不说话呢？我知道你，我就是你要找的那位，所以我不用多说。哎呦！哎呦，这句话你是不是就立刻就没电了？有电啊，老有电了，是吗？嗯。掌声欢迎四号张琳琳，五号陈如雪，有请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小伙子上场的时候，他选择的意中人是谁？来，八号王雪，来，有请。来问一个你最想问的问题。